贱人又擅自行动，这条线我跟了6年，一上来就想端走。母妃，那咱要做点什么吗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自有安排。写清楚了，好好登记啊。是，大人。来，下一个。怎么突然回来这么多人？这样下去，咱们倾城的压力有点大啊。来，下一位。老夏，老夏，老夏。公主，别那么讲，那么多人在，多没面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又有新的主意了，而且莫离呢也都知道，放心吧。又有新主意了？嗯。欢迎，我叫林心，我是来看我妹妹的。我问你们。你们想跟着我发家致富吗？想赚钱吗？想娶媳妇儿、生孩子、对家庭负责吗？行行。好，那你们就跟着我走。好，公主还没登记啊。公主。不错嘛，个个都是英俊潇洒。不对，不重要。那个大家都听好了啊，本公主呢可是有大格局的人，你们只要听本公主的话，本公主呢就能够保证你们都挣大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一点。明白。东升，发镖匙。好，公主。稍息。立正。抬头挺胸，气沉丹田，准备开始。欢迎光临，来微笑，露出你的8颗牙齿，微笑，真诚的微笑。服务的最终的要旨呢，就是要微笑，微笑，再微笑。我还以为这次来执行任务能偷懒不用操练了呢，没想到走哪儿都一样。命苦啊。这样把这个放在里边。嗯。啊，这样这样穿，这样穿。哎呦，小伙子，10个手指头全扎出血了。要不然你回去歇歇吧。不行，我还可以坚持。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还能坚持啊。是啊，后生可畏啊，传承有望啊。啊啊，不是啊。啊，哎呀，凡人。对啊，我好像对忍不住了。小伙子，你睡着了？扎他，让他继续。小伙子，加油！不错，现在这小日子呢是越过越好了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估计就要赶超京城了。公主，我们聊聊。说吧。换个地方聊。换一个也行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。走。愣着干嘛呀，走啊。啊，爽。莫离，你快来试试呀。你给我出去。继续继续，来这儿就是享受的。我让你出去。莫离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以为你来到这儿会有所改变，没想到你还是把京城的臭毛病带到了这儿。我现在花的是我自己赚的钱，又不是父皇的钱。那又有什么区别啊？
我以为你会对封地的百姓负责，我以为你会造福百姓，以为你知道自己身为公主的责任与意义。你看看你，都在做些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对他们负责了？我不是带他们赚钱了吗？而且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穷乡僻壤，是我带着他们变得富裕的。再说了，按摩怎么了？按摩也是靠劳动挣钱。你现在发这么大的火，该不会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存在感吧？我觉得没存在感。我看你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怎么才来？别提了，刚下班，最近快累死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最近小费挣的还不少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还聊上天了？快点挖，一会儿天亮了就挖不了了。一天偷偷摸摸的，哎呦，我的小心脏，要了我的老命！快点挖，快点挖！这是哪个王八羔子，天天把地上弄得到处都是泥，打地老鼠啊！哎呀！公主，你都在这里荡了一下午了，怎么了呀？被气到了。什么？有人敢气公主你啊？是谁啊？臭冰块呗。臭冰块？哦，莫将军啊，他跟司徒小姐在那边施粥呢。什么？施粥？嗯。哎呦，我这张破嘴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哎。公主，公主，来，站好，大家都有啊。让让让让让让！哎，谢谢啊！哎，这公主也真是，这倾城现在发展这么好，还不是莫公子你一直在帮他呀？他倒好，这用人在前，不用人在后。司徒小姐，你误会了，公主她不是那样的人，是我自己想出来静静的。公主，咱要不回去吧？真不要脸！公主，夫妻俩真是好人呐！哎，谢谢啊！我去！你怎么这么野蛮呀？我野蛮？本公主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野蛮！盛唐唐，你干什么呀？好大呀！本公主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？莫公子，你看他。盛淘淘，你过分了！我过分？英雄救美是吗？你们卿卿我我可以，但不要在我的地盘。我们哪有卿卿我我？我们是在给百姓发粥。你看他们多可怜啊！我是看他们太可怜了，才让莫公子一起发粥的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，莫公子？对呀，他们两口子多好呀！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们在这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一个个的要不要脸，个个都有胳膊有腿，不知道劳动挣钱。人七八十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用劳动来挣钱，你们成天穿得破破烂烂，拿个碗就知道要饭。我们又不要饭，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呀？不会就不能学吗？明明可以靠劳动赚钱，非要用尊严去乞讨要饭，这个饭你们吃得香吗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靠尊严去赚钱啊？对啊。本公主跟你们保证，莫公子别生气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我保证用你们自己的劳动力养活一家老小。自今日起，我倾城绝不允许再有乞丐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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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些人，好，好，是是是，我们就别工作了。Thank you.
开养老院是为了造福百姓，不要钱，以后咱就可以白吃白住了啊。公主招收年轻学徒学做制衣，学做生意，等学成之后呢，本公主亲自给你们开店。本公主跟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我保证用你们自己的劳动力养活一家老小。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你是在偷看我们家公主吗？看你这个表情，就是说明你知道错了。其实我们家公主虽说是调皮，但她心地是好的。再说了，你作为一个男的，你就不能让让她吗？我只是看不惯她蛮横的样子，怕她又像以前一样。那不叫蛮横，那叫自信和果断。而且我们家公主一直在做事情呢，你看看现在的青城县跟原先非常不一样吧，这都是我们家公主的功劳。放眼望去，还有谁能够做成这个样子呢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我的梦幻城呀。嗯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去找你的司徒小姐去。我来给你道歉的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衙门干什么呀？你别站这儿了，碍事。怎么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？真是，金山国的人不着急，咱们着急什么呀？舅舅，他们都是被公主折磨成这样的，白天干完活，晚上还得来挖矿，这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。那咱们管不了，这金山国的人咱们也指挥不动啊。回头写封信，告诉他们主子。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回家睡觉去。走。听说七公主把我们的兵都抓去做奴隶了，贱人！不如我们弄死那七公主如何？你不怕和圣宣国打仗吗？打就打喽，怕什么？反正有二姐你在。把这东西找人送去青城，想办法让圣淘淘喝掉。是。等等，此毒名为忘川，只有我和大姐二人有，就说是大姐万贵妃送的。是。走走走走，下一个，下一个的，来报打开我看看啊。这个，懂事啊！走走走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，走走走，下一个。
这是贵妃娘娘特意命我送来的，想办法让公主喝掉。啊，这是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哦，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啊，恭送。不错不错，这绣的真不错呀！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？都赶上皇宫里的国宝了。年轻人少熬夜，你们不会是背着我去做什么其他的兼职了吧？没有。董生，去炖点排骨汤，给他们补一补。好的，公主。谢谢公主。谢谢公主。那你们继续加油啊！加油！公主对咱们真是好啊！是啊，还生气呢？你看，都成这样了，送你个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想拿东西来收买我。莫离，你看，是在亲嘴吗？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没事儿，别害羞啊。没有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们两个都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是啊，就是啊。谢谢老板啊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老板，这个罐子是你家做的吗？公主。这是我家做的罐子，怎么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家这个罐子呀，可以放大东西，我想把它改成那种圆圆扁扁的薄片，可以做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您稍等啊。哎，好，公主，居然可以做，太好了。董生，这个东西也太厉害了。过去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要你管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放大镜对不对？你看养老院的老人穿针引线看不清楚，所以特地研制了这个。自作多情。我们聪明可爱的公主，之前都是大家对你误会了。你别跟我说好听的话啊，没用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错哪了呀？错在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不该对你不管不顾。还有呢？还有公主，是那么的善良，可爱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呀，很聪明，真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是那么的有经商头脑。还有呢？还有这个。我害怕。
呀？这越漂亮的东西啊，就越危险。就好比是公主啊，外表漂亮，可是内心邪恶。不仅抢走了你的生命，还抢走了你的男人，现在还要抢我的倾城县。不行，咱就把他给弄死。走着瞧，我要把他给弄死。来，大家都快别忙活了，快来喝奶茶了。都去喝奶茶了。来，每个人都有，大家快过来拿。我也要喝。哎，来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大婶儿。哎，好香啊，红豆的。这是给公主准备的。谢谢了。这个我要粉色，这个呢要蓝色，这个房子要黄色，这个要绿色吧。不是，你看着我干嘛呀？快涂啊。这个桥也要涂成粉色。这粉色会不会太女性化了？我可是小公主哎，当然要粉粉嫩嫩的啦。好。哎，不对，涂错了，不是这样涂的，笨死了。你要这样涂。那个，他们给你准备的红豆特调奶茶，来，快来尝尝。那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个，我最近减肥，你喝吧，你辛苦了。老钱在这儿，你走吧。谢谢小姐。大夫，大夫，里面请，大夫，快就在这儿，大夫，快里面请，大夫里面请。大夫，你再想想办法呗。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夫，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大夫，您再试试。
好不好？你快醒醒好不好？茉莉，你醒醒！茉莉，公主，全青城的大夫都找过，都说没有一个能治的。不可能，一定还有。茉莉，你等我，我去给你找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这么伤心，我们也很难过。这是我们亲手为公主做的礼物，请你送给她。现在还是让她一个人静静比较好。你们的心意我会转交给公主。盛先生，盛先生，盛先生，盛先生。单大人，公主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下。公主，你看，在你的带领下，青城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，百姓富裕，安居乐业。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让大家所有人都为你担心。现在没有你的带领，大家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方向了。那你让青城的百姓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难道你认为这就是莫将军想看到的吗？公主，我们都需要你，我们都需要那个快乐、潇洒、不羁的你啊。
我知道，我只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。什么办法呀？救救！谁让你自己下错毒的？没用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收尾。都怪我，是我下错了毒。救救！咱们有钱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们可以找神医，我们可以找到解药的。救救！求求你救救莫离吧！救救！求求你了！这丫头女大不中留啊！就她这个样子，以后肯定也便宜了福家。哎呀，我的好外甥女，办法还是有的，啊？什么办法？药，是从皇宫里边来的。要打点皇宫里面的人，那是要好多好多的钱，你懂的。我懂。我明天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你拿去打点。那好，那就快回去准备吧。好，我去准备钱。